真不错。嗯，这还小画一下，没有实画。实环更好。现在我先要去把自己变成这个快乐王国的一个可爱的人，然后我现在要先去打一个东西，把头顶弄起来。没有颅顶的人没有脸，紧急改造计划。有点不太聪明，我觉得这可爱，哇，好好看，变身了，这是芭蕾舞美女，哇，好多安娜公主啊，都是去年的我，但是其实我想要是去年的，但是最美史上史上最美吧，走吧，我们跳楼。我们要拼任务了，但我们整第六个人怎么办？现在我要出警了，出警人们，出发，出发！哇，还有猫咪、长辈，还有老师，都看不出我的心事。渴望有一份心，我自己喜欢我的心情。我不敢玩这个，我不玩这个。友情再继续亲，我相信铺满以后充满快乐的心情。友情再继续，来人就是你每一块分享的巧克力。事情的，真的我很胆小。真的，我激动了，感觉自己在那个童话城堡里，感觉我是假的被你真的看见了，等死了，就是大腕，等了好久哦，一切都是反派的幺零幺斑点狗里面那个库伊拉，白雪公主里面的他，天女教母吧，啊啊来了。开始看了，真的，不
回家喽，吃蛋仔去。每年这个时候都要来，今年第二次了，一年一次就算回家了。最快乐的地方早就到了。特别好，哎，对对。